ですよ、ね、もう。旁边的邻居。收拾东西，好像准备要走了，我要把这个毯子还给他们。12月6号，早上8:30了。我昨天从清迈出发是11点，然后沿着要公路大概骑了一个小时，到了一个叫 Metown 的地方，然后那边有一个 A330 的一个飞机的主题的一个咖啡，然后在那里休息了大概1.5小时。在12:30的时候出发，然后是在大概3点左右到的这个淮南当国家公园。昨天从麦汤出发以后，大概行驶了一小段距离以后，之后的路全是这个一个爬升的一个山路，弯特别特别的多，应该说几乎整个路程都是弯，所以然后再加上爬升，所以速度呢非常非常的慢。然后昨天到这以后发现人山人海，这边人昨天特别特别的多。后来了解到，昨天是就前一任现在泰王的父亲，就是一个比较应该算是最受尊敬的一个国王吧，是他的生日，所以人特别特别的多。开始洗漱，开始陆续的离开了。现在早上9点了。我收拾完了。今天12月6号，早上10点，我现在要去密沃村，150公里，3.5小时。OK。一切准备就绪出发了。它100文钱代谢。29公里。
我摔车以后，对向的车道几台车都停了下来帮我扶车，还好我的速度不快，人跟车子都没什么大碍。然后多亏了山上的天气，我穿了裤子跟厚厚的上衣，平时只穿拖鞋的我还穿了鞋子，这次的运气真的很好。我从学会骑车以后开始，每当发生小事故都会觉得很庆幸，然后会变得小心一些，直到下一次的松懈发生另外一次小事故。所以我觉得偶尔发生一次小事故不是件坏事，因为它会预防大型的事故。Thank you, guys. Thank you. 那现在也看到了，我刚才在这摔了一跤。其实这个速度都并不是特别快，我感觉应该是这个后边行李重，然后行李还架得太高了。看一下，就从这边这么往里线切到那边，快出弯的时候，正好出弯的时候，就是尾部它就甩过去了，就从这儿，这还有我刮的这个印儿。Oh my god！ 哦，终于到了。密沃村。你们的中文为什么会讲得这么好？这里有中文学校啊，有中文学校。对。